这个制冰机说是，可以制上，你刚打开的时候可以制上一次两次冰，然后后来就停掉，然后，它是水也不往上上，然后下面压缩机、风机有转吗？本地啊，我没有注意，没注意没啊。注意。OK，行，我在这观察一下。啊，你观察一下。好，它现在打开了，刚打开，那刚开始还流水，它现在水一点都不流了。但是呢，下面的一些压缩机的风机有转，我听这个声音好像压缩机也在转，我去拿那个压力表来测一下这个压缩机有没有真正的转，我听到声音好像有压缩机的声音。好，压缩机就是热的，压缩机捂热的。但是我摸了一下这个制冰板儿，这个制冰板儿好像是室温，也就是负两，没有转。好，那又开始流水了，又开始流水了。OK，稍微等一下，我去拿压力表看一下这个压力，看一下这个压缩机的压力。我在这等了一会儿，它就是那个水一会儿磅礴一会儿磅礴，然后而且它不均匀，然后来了几次循环之后呢，它就直接就是 service，就是 service。我正在看它的 menu，因为我对这个不太熟悉。它的操作，然后呢，看一下它的 menu 是怎么回事。OK，我从那边打开再看一下，这边压力是177，我重新再打开看一下，再观察一下。对，压缩机在转，压缩机在转。压缩机开始走了，刚才降到60多，然后压缩机停掉了，停掉之后，现在是132。我把这边打开了，打开之后我看一下那康波报纸上的刺激，好，全部都灯亮。OK，我刚才观察了一下，它冰还没形成呢，然后它就开始收冰了，开始收冰了。我刚才，它那个是收冰的，那个是管收冰的，这个最边上这个，我刚才把它取下来动了动，动了看来还是不行，它提前收冰了，你看，一点点对对，很薄的一点冰，然后它就开始收冰了。对对对对对，那就说明那个 sensor 就是控制那个收冰的那个感应收冰的那个有问题。我刚才动了动那儿，但是呢，看来还是有问题。你看这个冰，因为它掉不下来，因为它没有那么重。你看，那都在里面卡着呢。看哦，卡在哪了？对对对，因为它没有重量，因为它收冰的时候。它除了那个水流一点之外，它还有就靠它的重量，也很薄的一层。对对对，那就是它告诉它提前收冰了，那就不对。那个不对的。对对对，我把它抠出来，再重新弄一次。对，这说明这个还没有到，它就给它告诉它就是收冰了。这是我们这太早了。对对对，我看一下啊。好，那个一闪一闪的那个，我刚才看了一下是 safety two，看 safety two，我要查一下 safety two 是什么。OK，它现在进入下一个制冰过程，然后这样的话，我把这个收冰的这个 flow switch 我再倒过来，然后呢？我看它
那个前面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它提早它进入，那个冰还没有形成呢，刚形成一点点，然后呢，他就告诉这个 control board 说，这个 flow switch 呢，就告诉这个 control board 说呢，说那个开始收冰，所以呢，但是呢，那个上面的冰呢掉不下来，掉不下来之后呢，然后它砸不到这个上面，你不砸它之后呢，这边有一个磁力开关，当它如果不离开那儿的话，然后这儿的冰就不亮，这灯不亮的话，然后呢，他就不告诉给那个 control board 说那个冰还没有收完，所以呢，他继续收冰，收冰超过3.5分钟，看，当你收冰超过3.5分钟的时候呢，他又进入再收一次3.5分钟的冰，然后呢，一共7分钟，如果这个 damper， 这个叫 ice damper， 如果是这个 ice damper， 如果是没有 open and close， 在7分钟之内，在这个7分钟之内，就是3.5嘛，然后呢，它会怎么办呢？然后算是 fall 170秒。如果这个 damper 没有 open close， 维持在170秒的时候呢，然后第二个循环第二个那个就是那个 saw， 就是重新它那个热的氟梁再过去一次，然后呢，看啊，然后又启动，然后这 control board automatically initial freeze sequence when the saw cycle is complete。 If 如果是三个连续的7分钟还没有那个 harvest saw， 然后这样的话，这个20% 就杀掉了。OK， 现在终于摸清了，是他提前告诉 control board 说收冰，然后呢，其实那个冰还没有制成，所以呢，那个冰掉不下来之后，它砸不到这个，它叫 ice damper， 这个 ice damper 呢，然后呢，那儿有一个开关，一个磁力开关，那个磁力开关没有 open 和 close 一下呢，他就认为那个冰没有掉下来，所以呢，他继续收冰，就是那个热的氟利昂在上面通过，然后这样来回弄，时间长了之后，然后他就开始把机器关掉了，这是这个原因。现在呢，我把它就是翻过来了，我把它翻过来，然后不让他告诉 control board， 然后来收冰。所以呢，我就是人为的来控制，我看这个冰厚度差不多的时候呢，我再把它掉下来之后呢，你稍微等一会儿，我再录一下。一掉下来之后，那儿就一个红灯，那个红灯就是 harvest， 就是那个收冰的一个灯，那儿有一个收冰的一个灯，然后等一会儿我录一下，那个收冰的那个灯会亮，你看最底下，要不是最底下，倒数第二个那个 control board 上，看到没有？拍照。那 control board 上，你看那儿有一个，那儿有一个最里面那个 ，oops。那儿，然后等一会儿那个灯会红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那儿写着 harvest， 就是它进入收冰了，进入收冰。它现在那个有问题了之后呢？他就提前告诉给那个 control board 说收冰了，但是呢，那个冰还没有形成。冰没有形成的时候，那个他收冰的时候呢，那个冰就掉不下来，那个冰就掉不下来。掉不下来之后，他就不能把这个 ice damper 呢，然后是 open close 一次，他没有 open close 一次，然后那个 control board 就认为那个冰还没有下来，所以他一直收冰。这个就是这样，这个就是引起了这个原因。OK， 我现在再观察上一次，再试上两次，如果是和我这样推测的是一样，那就是这个原因，就是那个这个 harvest 这个flow switch 坏了。OK。
因为这个葫芦丝上当你一倒过来的时候，它一到这个它应该正常的是它这样耷拉着，然后呢那个在水里面飘着，它可能就是在里面水里面那个还没完全到底的时候呢，然后呢它就 open 了，它就 open 之后，就是它就告诉矿车报的时候，哎，开始收冰了，其实还没有呢。所以呢我现在把它倒过来就是不让它给矿车报的散的信号 OK。 然后呢我人为的等这边冰我一看形成了之后，我把它倒过来之后呢，然后这儿它就会有那个什么，它就会给矿车报的，然后一会那个红灯就会亮，就是我一跑开，它现在把那个水基本上弄得差不多了。我现在把它翻过来帮我看一下啊，看现在翻过来了 OK。 然后呢这边的灯一会儿那个在绿灯的下面就会出现一个 harvest， 就开始 harvest。 然后呢现在开始 harvest， 开始收冰。然后收冰的时候呢，它一砸这个 ice damper， 这个 ice damper一砸这个 ice damper， 然后这面呢这个收冰的，然后这儿就是一 open close， 然后你看啊，你看收冰，然后呢你看收冰的时候这个灯会一蓝之后马上就消失。你看啊，我现在既照里面又照这个灯，你可以看一下啊，因为那个 ice damper 上有一个那个在右角呢，有一个那个磁力开关，那个磁力开关，当它冰一砸它的时候，它一离开一亮，这边这个一亮之后再合上，它就可以告诉 control board 的时候，呀这个那个它叫 bin control， 这个 bin control 它就可以告诉 control board 的时候，那个这次冰就是收冰完成，然后呢它就进入下一个那个制冰过程。如果这个 ice damper 没有被砸开再关上的话，那么他就认为那个冰没下来，所以他就一直收冰。看啊，马上就下来，那个冰马上就下来。你下来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灯。这个灯。看到没有，这个灯一那个什么一蓝之后，然后呢你看现在呢我要把它再弄过来，我要把这个收冰的这个要翻过来了 OK。 然后呢它开始进水，看到没有，它开始进水进入下一个。哎呀，现在就是100%确定，就是那个 flow switch，就是那个什么的 flow switch， 是那个 harvest flow switch， 那个坏了，买一个那个就好了 OK。 我现在开始往上放水，开始往里放水，然后呢这就是一批 OK。 这个里面稍微有一点那个什么，对，现在进入下一次制冰，那我再试一次，如果和我这样那个什么样，就是我把它这个葫芦丝水一倒过来的时候呢，制冰收冰就开始的话，那现在就是100%确定，就是那个葫芦丝水坏了 OK。 现在再来一次，
你看 我现在把这个放过来，放过来之后它马上它就开始收兵，你看放下之后 OK， 然后你看这然后那个收兵的变红了，对对对对，看红了，看变红，看它停了吧，然后开始收兵了，就收兵之后这一亮，然后就一开一关，然后这个康卓报的检测到那边一开一关呢，那就说这个对对对，他就开始这个进行下一次了，然后呢那个红灯那个 harvest 的那个灯它就消失了，所以等一下这个喂，但是皮带断了。是什么？皮带断了。皮带断了啊！你看吧，我说，要不皮带断了，要不就是风机坏了。对。皮带买一个换一个。对对对，你皮带买一个，然后就可以了。我现在去买。你到那个 AutoZone 呀，就是卖那个汽车配件那都有。好。对对对，好的，没关系。拜。他那个空调，他的空调，空调皮带断了，不是家里面的，他餐馆的，餐馆的，对对，没有封下来，他没有封下来，他是那个 package unit 都在房顶上，然后呢，他去看了一下之后，对对对，他说没有封下来，但是呢，那个室外机是转的，就是外面风扇转的，我说你打开，就是有可能是皮带断了，哎，结果他上去刚看了一下，他说就是皮带断了。OK， 然后你看，这个火灯一直是亮着的，但是呢，对它下来，它一 open， 一 open， 一 close， 然后呢，这个 harvest 这个收兵的这个信号，这个红灯，那个红灯，那个绿灯下面红灯，然后它就消失了，是吧？下来。对，马上就下来，马上就下来。看看，再看红灯那个。这个红灯下面，这个马上就消失了。这个绿灯下面就消失了。OK。这个兵你知道了，如果想厚一点就放那。对对，你要是想厚一点，然后呢，你就把它放下面这个。下面对，放这一个。可以可以，基本上找到了，你订一个就行了。我刚才问了，他们都没有，就 local 都没有，只有在网上订了。对对对，然后自己换一下就行了。好。对对对，然后就是把这个拉出来。把这边先，对，你把整个电先断掉，把整个电先断掉，然后呢，然后把这边的，然后拔掉，然后他给你弄的，对对对对，然后你把它，对对对，线外面就搞好了，然后插进去，对对对，然后你把它拉出去之后，把新的，然后从这孔里面再放进来，然后连上之后，放到这个位置，我给你放一下啊，这个位置。放下，这个它原来的位置是这样的，你看啊，它原来的位置是这样，然后呢，你把它这就像个夹子，就像个夹，sorry， 就像个夹子，然后呢，你把这样这插进去就行，然后这边的话，这边叫 flow switch， 然后呢要插在这个槽里面，插这个槽里面，我知道，对对对，然后插到底就行了，哎呀，找到原因了，你看。我在这儿人工看着，然后弄了三批兵，就是这个原因。他原来他老是提早给下面 control board 说那个让他提早收兵。啊，知道了。对。我之前就把它关掉了，没事。对对对。等他来了插进去。好的好的好的。就这样。对对，就这样。OK。